像现在我们官场啊，嫉妒别人升官啊，喜黑函，台湾叫黑函，什么叫黑函？叫捡起信函，莫须有啊，莫须有罪名以前我在当台北市的警察局的民管中心主任啊，我也深受这个其害啊。啊，我去讲经啊，我我下班去帮人家助练也被部署捡起啊。 后来我才了解，这是过去生我跟他结恶缘了，我把他当成宵夜呀、啊，种种的打击呀、啊，最后都没有障碍到我继续走弘法立生这一条路啊。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民防管制中心当主任？他是内勤的嘛，那那局长问我你要不要当副分局长，我说我不要啊，我就自己选民防管制中心主任呢、啊。 我在那八年呢，我现在会有一点点能够学讲经呢，那八年打下深厚的基础啊！我在佛陀教基金会念点研究班呐、啊，就是在民防管制中心当八年的主任呐、啊，在佛陀基金会念点研究班大概是经过三年到五年，然后就开始练讲，啊，跟老师学讲。 最后老师就告诉我说，可以讲大作，就是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简宏文老师啊。那么我当时在这个写讲经的过程里面呢，我有一个部署呢，啊，嫉妒心特别强，在里面呢就到处兴风作浪,浪，啊，我们现在讲叫破坏团体的和谐，到处检举他人。 懒功呢推诿，他就检举我、啊，检举我什么？检举我去奖金啊捡去啊，啊，检举我去助念啊啊，我也被上级调查，啊，那慈济功德会要送给中国大陆第一颗骨髓，啊，浙江省立医院有一位血癌病人叫换和志。 这台湾送给中国大陆第一颗骨髓，就是我送的，因为他们慈济功德会要送骨髓，这个骨髓捐赠中心的主任呢，叫李正道博士，他是他是血癌专家，他也是专门研究血液的啊，DNA 鉴定的啊，全世界非常有名的李正道博士，是留留学美国的。 专门、啊、研究 DNA 的，他当时就是担任慈济骨髓捐赠中心的主任，要把这个骨髓送到中国大陆呢，去救这个浙江省立医院的这个换合质这个血癌病的。我当时我去年啊，在中国大陆演讲，我有提到这个故事，所以我现在呢，跟浙江特别有法缘的，啊，也是那时候种下那个善因。啊，换合质呢，他是血癌病的。 当时他要接受这颗骨髓的时候呢，啊，他全身的细菌呢，啊，不管好的坏的，全部都要杀光，然后人在无尽室里面等待骨髓来给他救度。偏偏呢，啊，造化捉弄了，那个李政道博士提的这个骨髓，从台湾的花莲要登飞机到台北的时候，偏偏花莲下大雨，雷震里飞机停飞。 那李博士呢？就提着骨髓呢，从花莲坐火车到台北松山火车站。他到达台北的时间呢，是预计呢是下午两点半到达，下午两点半。可是他还要去搭桃园台湾桃园的中正机场的飞机飞到嗯浙江呢杭州呢。他从香港转，他从。 啊，桃园的中正机场的飞机呢是下午三点二十。如果他从松山火车站呢下火车，再坐车到这个桃园中正机场呢，只剩下五十分钟啊。他是两点半到达松山火车站呢、啊，那他们吃机人的找我，因为他们找遍所有地方的人啊，没有人愿意帮忙。 他们想到什么？想到警车开路啊！那当时我当主任，我的单位里面我有两部坐车啊，啊，我一部就是七人座的修理车，一部就是公家派给我的黑色的坐车啊，公务车啊。那我就派那一部七人座的那个警车送这个骨髓啊。临走前，我还跟我的驾驶，就是我的司机交代啊，我说从台北上高速公路送到桃园中村机场，一定会堵车。 因为我们常常开，我们习惯，我们知道。那我就跟司机交代，如果堵车就走路肩。啊，有开红单就算我的。那当时的红单呢，一张违规罚单呢是新台币六千块。那、啊、我那时候想说，如果就一个人用六千块换这个代价，我认为值得。啊，我就跟我司机交代，事先跟他预告，很奇怪，我就跟他就跟他预告说，如果你上高速公路就记得走路肩。 因为从台北内湖这边开上去要进中正机场呢，我们那时候已经有高架桥、高架道路。台北内湖开到台湾桃园林口这一段高架道路，我们台湾称这条高架叫十八标，因为他那时候在开标的时候有出问题，叫十八标高速公路。我跟我司机交代说：“你走十八标高速公路，走路肩。”结果他真的走路肩，因为堵车。 一上去，十八标高速公路就堵车了。那你看看，在里面是不是像热锅上蚂蚁，急死人了？为什么？你光有这个骨髓没有用，你堵车都救不了人了、啊。你飞机上不了，那就飞机就开走了、啊。那你根本搭不了这一班飞机到那边的时候，到浙江的时候，那个患子就死掉了。因为它是在无尽寺里面，它不能超过今天晚上啊，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啊。 还好我跟我这个司机交代，他就拉起警报器，走路间，就运气很好。快到林口收费站的时候，刚好警察在路间内要抓违规的车子，那他认为他是警车嘛，大概有急事，他就给他比个手势，让他把快车道挡下来，让他切过去。他一过那个地方，开始就很顺畅了。 两点半从松山火车站上台北的十八标高速公路，开到中正机场是多少分钟呢？因为拉警报器的关系，所以速度特别快，三点零八分，总共开二十几分钟。平常正常开，从台北开到桃园中正机场要四十分钟，正常这样开。那三三点零八分呢？到达桃园中正机场。 我们在通报桃园中间的警察，叫航空警察局，给他特别通关，就是快速通关，因为要救救人嘛，就快速通关。三点二十准时搭上飞往香港的飞机，所以送到浙江的时候呢，就晚上了。那个换合质的妈妈，老妈妈呢，啊，年纪很大了，大概七八十岁了，在。 病房外焦虑的等待啊，这个、救命骨髓一到，经过这个医疗过程以后呢，把这个浙江省立医院这个换核子呢，谁癌变成救活了。这个换核子一出来以后，他妈妈给他抱着说，哭着说：“我以为我再见不到你了。”当时很有名，还拍连续剧，叫做《千里送随记》嗯。 这位派车的人呢，就是墨学本人，啊，这中国第一颗骨髓就是我派车派警车送的，哎，你看我在民防管制中心八年，在那边存钱，学讲经说法，哎，也有人跟我写黑函，就是这里讲的啊，哎，诽谤啊，啊，说我哎跑去助念啊。 跑去讲经，连佛祖基金会的门牌号码都写对，那地址都写对啊！台北市杭州人的一段五十五号，那表示他有跟踪到那个地方去呀、啊。做好事也会被嫉妒啊，做好事也会被诽谤啊。最后，我们这位喜欢写剪纸黑函的鼓掌了、欸，竟然我送骨髓，他也写剪纸信，你看恶劣到极点。 这个人的嫉妒心呢是极端之恶、啊，救人你也要你也要毁谤，最后我被升阶一次，为什么呢？我们警察的规定呢，台北市的警车不能离开台北市，离开台北市要报备。那我为了救人，我当然来不及报备啊，我就派钱了、啊，有责任我负责啊，所以呢。 基本上，我认为这跟我的慈悲心有关系。我敢承担，啊，为了救人，我不惜一切代价，啊。后来李博士呢，李正道博士看不下去，写一封信给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那还没当总统，是台北市长，啊，替我抱不平。他说：“这么好的官吏，怎么还升迁一次呢？” 他就把我救人的过程写成一封洋洋洒洒的一一篇文章，写给马英九先生。马英九最后说：“因为我救人，再给我一次嘉奖，一个生计，再给我一个嘉奖，这三二相抵呀。”其实我都不在乎那个嘉奖，我也不在乎那个生计了。人有救到最重要了，所以我就写了一一个心得說，说这么。 千里迢迢想去中国大陆救一个血癌病人，都这么困难，你就想业力不可思议。但是胜利也不可思议，愿力也不可思议。后来我就问李正道博士：“我说阎王三更要五要人命了，可以五更可以让他回来呢？ 你真的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是血癌病人？为什么这一颗骨髓下级可以把他救回来呢？我说，患合治这位病人过去生一定有种下救人的善因，所以这一辈子就有被人救命的果报，再加上捐髓者、送髓者。 就是捐骨髓这个人，送骨髓这些人，还有包括我派警车。如果我没有派那部警车，你是怎么样捐都没有用，救不了命。为什么堵车？堵车就是业力，就是因缘。但是刚才我们讲过，人定胜天，天就是前世的因，换何是有前世的业嘛，他就是要短命，但是他有这个什么命中可以遇到贵人。 你去算命，如果算命都跟你讲，你命中没有贵人，死路一条，遇到死劫。可是你命中有贵人，有得度因缘，那你贵人从哪里来？你要种善因呐、啊，你要种无畏布施的因呐、啊，你种下去以后就有贵人出现呐、啊。这叫人定胜天啊。 后来呢？我问李正道博士：“我说，为什么可以在阎王面前救人呢？阎王不是要这个人吗？”我说：“业力跟愿力，愿力改变业力，这叫人定胜天。”那我就问他了，我问李博士了：“我说，你是研究 DNA 协议协议鉴定的，那 DNA 基因是父母来决定他的基因的 DNA 吗？” 我说：“那到底这一辈子的富贵贫夭是谁来决定的呢？”哎，李博士讲不出来，因为他是科学博士。我后来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夜莺决定基因。”说：“哎呀，黄景坤，你讲的很有道理呀、啊。”我说：“对，夜莺只有智慧才看得到夜莺，凡人是看不到夜莺的。你顶多分析到基因，可是你说为什么他是李嘉诚，是香港首富？呃，基因讲不出来啊。” 李嘉诚首富，他的父母搞不好是一个平淡的一个农村农夫，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呐、啊，可是他生下一个香港首富啊！如果是他这个是基因，基因没有决定他的富贵啊，谁决定的？李嘉诚的前世的因呐、啊，是一因在决定李嘉诚他的首富。后来我把这一段。 基因跟业因讲给李博士听，李博士会心一笑说：“哎呀，对了，所以就是要学佛，要有智慧才能改变业力啦，我说：“对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嫉妒心，谈到人定胜天，谈到诽谤，哦、我们知道我们路要怎么做。”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什么？老法师说：“一切法得成于人。啊，老法师说，老法师特别引用他自己的一生，他的经历，他学佛修佛的一个学讲经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一个过程。老法师说：“一切法得成于人。他说：“你修行能不能够成就？第一个因素就是你能不能够忍。” 啊，你能不能够忍？啊，早年呢，老法师在台中莲社求学的时候，他遭遇到的逆缘也是很多啊。老法师说，不忍就不能够成就啊。 环境再恶劣，别人轻视你、诽谤你、侮辱你，你都要接受啊。要是不接受，发个脾气，像刚才汉文帝跟圣夫人，要是一生气，把哎弄这个杀头了、砍头了，那也就没有后面的文景之治了啊。 老法师说：“有人诽谤你、侮辱你，你也都要接受。要是不接受，发个脾气离开了，我们学习的资源就断掉了。到哪里去求谁呢？到哪里去再找一个李老师这样的老师呢？啊，找不到了。纵然有，他也不肯教你呀、啊。” 德老师肯教，所以金宏老法师说，他在台中的时候，有几个关心老法师的同学、照顾老法师的人，老法师都跟他们表态说，只要李老师没有叫我走，他没有让我走，任何人给我的苦难。 我都接受，那可见老法师以前在李老师旁边写我说也是困难重重啊，也是障碍很多啊，也是磨难很多啊。照这样讲起来，是真的困难很多啊，不简单呐、啊。这个古代我们《孟子》里面讲，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啊，就这个道理啊。老法师说：“除非李老师叫我走，任何人给我的苦难，我都我都接受。我决定不走。我如果写好写成了，我自然就会走。我没有写成，我不走。因为老法师以前在台中念书的时候就很会讲经了、啊，啊。” 老法师呢，在台中住满十年，最后学了一部《华严经》才离开。离开，他在台北讲《华严经》，第一次，也就是民国六十年（一九七一年），他在台北市第一次讲《华严》。所以，这个成就就是很大的忍耐得来的福报啊。那么，学习的心态。 真诚恭敬，学业是附带的啦，德行才是第一的。你修人路就是修德行啦、啊，就是成就德行啦、啊。你修人呢，就是成就德行啦、啊。所以老法师说，对于这些障碍、磨难、困难，我障碍我都能感恩。为什么？他们都在考验我。 我是每一关都顺利的通过。我也看了很多同学，有人到台中来亲近李老师，老师一个星期上一堂课，一个星期讲一天经。换句话说，佛教正规的活动两次，奖金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有欢力实际上是一个小时。教学一个星期才一次，三个小时。 换句话说，一个星期佛学课程实际上是四个小时，有很多人到台中住一两个月、三四个月就走了。为什么？时间太少了。要在这么这里住很长时间，他受不了就走了。不走的只有净空法师一个人。为什么不走？因为老师一个星期四个小时讲课，对净空法师来讲非常适合。 通通把所学东西消化掉。他说：“老法是说，要是一个星期讲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他就消化不了了。那么听课的时候，老法是工作准备至少十个小时。听经之前要做预备工作，他自己先看，先找参考资料，再仔细看一遍，然后再去听老师讲经。” 老法师会看李老师讲的跟主师大的注解有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他为什么这样讲？揣摩老师的意思。换句话说，每个星期学习有心得，有法喜充满。同学学习跟老法师不一样，他们只是去听经做笔记。老法师不是这样的。李老师不准老法师做笔记。 听讲的时候专心听就够了，不用写笔记。为什么境界年年不相同？今天写的笔记到明年境界就提升了，笔记完全没有用，浪费时间也分心了。不如专注的去听，听懂了就懂，听懂了就悟了，听不懂不会再去研究，一直听下去，有一天清净心就慢慢形成了。清净心生智慧，你听经有误处。 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现在讲台上叫你复讲的，一样化葫芦的，一样化葫芦的你。老法师说，这是教初学的，训练他什么？训练他忍耐，训练他忍耐这个字，不准他发表自己的意见。老师讲什么，你就说什么，训练他的耐心。要知道。 教学的意气，真正能忍耐，你就会得到好处。这是古人所说的。所以，数字时间法不能忍耐，就不能够成就。所以，一切法得成一人。啊，以上呢，我们做这样的补充。